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，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。这30年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、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30年，是中国同东盟把握时代机遇、实现双方关系跨越式发展的30年。 我们摆脱冷战阴霾，共同维护地区稳定。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，促进共同发展繁荣，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。我们走出一条睦邻友好、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，迈向日益紧密 的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今天，我们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，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。